佛智教育园区有一群老师父母，学校每年带着学生参与校庆班联谊会，关怀长者。今年在古坑马蹄农场举行。活动中，带着长者们做运动、唱赞颂，让年长的父母们身心都活络起来。而老师们也安排即兴趣味节目，让现场的父母们欢笑满场。想在一花盆，粒粒皆辛苦，安尼对唔对？对啊，老师，好，感谢你同我讲。啊，今日种菜有辛苦无？有哦，辛苦，佮佫足甘心的。你啊，看咱的遐迄个小朋友。学生们也感恩老师父母们无私的奉献，特地运用洗劳课程中所学的厨艺，与老师们一同下厨准备餐点。好，好，我们小朋友来。谢谢各位阿公阿嬷奉献你们的儿女来园区当老师，然后来教我们，让我从小一就有老师照顾，然后照顾到大，然后学习到了很多师父上师的法语，然后让我成长了很多。这群学生们随正值国中青春期，但却主动陪伴长者，亲近长者，呈现园区老师们努力教学的价值及老师父母们背后支持的功德。最后，活动在暖暖的感恩之中画下句点。